Till. So this morning, I went into the MTR, and then I asked my friend, "What is this smell?" And then he says, "I don't know." And then I said, "It smells like pee." And then he said to me, "Welcome to Beijing! 北京的朋友，你们的尖叫声 please! One, two, three, here we go!"
我要唱歌给你听，唱歌给你听，我要唱歌给你听，我要唱歌给你听，我要唱歌给你听。哦，我要慢慢靠近你。对了，我要慢慢靠近你，张开你的大眼睛，张开你的大眼睛，你的大眼睛，张开你的大眼睛。我要融化你的心，融化你的心，我要融化你的心，全部好。我要唱歌给你听，我要慢慢靠近你，张开你的大眼睛，我要融化你的心。OK， 心打开，就在这个 sexy 的恋情，今晚我要把你的心。
因为我们是来自台北的乐队。好听啊，好听啊。接下来这首歌现在才发表第三次，可是歌很短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在这一年的 冬天在台北每天都下雨，所以呢我就写了一首歌，歌名就叫做下雨的午后。
起唱啊？但我只是说我们中间隔阂太远，我就看到几个嘴巴一直在动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唱，然后就好紧张啊。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尝试，就是一边唱歌还要一边打铃鼓，还要一边到了中间间奏的时候还要开始吹口风琴，我不知道我这一生那么忙碌到底为了什么。我流鼻水。好，然后介绍一下，我是棉花糖的盛哲，然后他是棉花糖的小球，然后他是我们今天的小提琴手，叫安仔。你们听得到他的声音吗？听不到没关系，反正他这个人说话本来就比较低调。那我重讲好了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棉花糖。我是棉花糖的小球。我是棉花糖的盛哲。然后呢，他是我们这一次呢，还有麦克风。哦，那你讲话，你讲话啊。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安仔。那你是干嘛的？你是小提琴手。耶！ Yeah! 然后今天呢，我们会带来很多我们的歌曲，然后有些歌曲可能不是主打歌，可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得见。然后接下来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想要送给所有正在场的朋友们。然后这一首歌叫做《欠一》，欠一个勇敢的好朋友，我们都一样。
常就是很就是很开心，今天就是可以就是来到草莓音乐节表演。那就是我们其实很喜欢这种音乐节，不管是在内地或者是在台湾，我们都会到处去就是参加音乐节，然后我们很喜欢感受这样的感受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感受更多大家的热情。嗯，然后我们希望就是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再到更多的地方，然后带着自己的音乐给更多朋友们听，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音乐。接下来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一首歌，叫做刚刚说的那一首歌。我先讲这一首歌的故事好了。这一首歌的故事就是，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啊，有太多事情会让自己烦躁，然后可能是工作，可能是课业，或者是可能是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可是呢，我希望大家都有梦想，因为呢，我们常常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会缺少一个勇敢，所以我们要唱这一首歌叫做《欠一个勇敢》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有很大的热情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。谢谢。做成了
像音乐节一样疯狂，像音乐节一样跳起来，像音乐节一样炸翻了。所以 ，Are you ready, 北京？不够大声哦，看起来没准备好。Are you ready？
看着电视下的他们，那电视里面的人披头散发，好像发疯。我不懂他们为何背着吉他没有头，我妈告诉我那是庙会里的鸡头，他们喜欢把吉他摔个稀烂。我想他们要告诉大家我的魅力很强，他们习惯全身穿着黑色的皮衣皮裤，真的很不惯的超越卫生裤，拿起麦克风就像拿着大声钟，动不动的狮吼。全身在哭，但某某一看以为是让世界立足，有些人脸上画着乌漆麻黑，我忍不住要笑，乌漆麻黑我会怕你，难怪你中间会说见鬼啦，但是你们都一起唱 I love rock and roll， 但是黑话其实也不错 I love rock and roll， 但是现在流行的是 hip hop是 hip hop。 我开始好奇这种东西到底谁先发明，原来是一个叫做西凤文的研究发现，他们都在抄袭，因为披头士都顶着诸葛亮的发型，他们穿着西装打扮着旗，然后就唱歌就像那个小哥风琴，搞了半天这个经典团体原来是诸葛亮与费玉清的总和体，就像我跟你说这不是太难懂，摇滚乐团其实也分得很多手，如果你是娘娘腔，你就是英文摇滚，你嗑药后你变成了英文摇滚，脸上打了一堆洞，戴了一堆耳环，表示你是不折不扣的朋克摇滚，你不想活了你就去听死亡摇滚，这些吵死人的东西都叫 rock and roll。 I love rock and roll， 但是电话其实也不错。有好多摇滚乐团，原来我们也有 rock and roll， 从地下到地上，从台湾到内地，有一狗票的人在玩 rock and roll。 我听说最近好红的乐团叫做苏打绿，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有人说我主唱很娘，错，她是娘娘。有个世界系的团体，他们叫做傻娘，最大的成就就是代言化妆品，香港的薯品啊最有名，有个大潮的团体，他们来自北京，啊，他们还蛮屌的。随便啦，反正在这年头，大家都叫你们 rock and roll。I love rock and roll， 但是电话其实也不错。I love rock and roll， 永远是摇滚，是吧？现在流行的是 hip hop。I love rock and roll， 但是电话其实也不错。这是不争的事实啊，于是我同意别人对我的看法，毕竟我从小帅到大。所以现场的朋友都会叫我哦，你们都会叫我哦。我只好害羞的承认，没错，帅哥在这，帅哥我是靠脸吃饭的，帅哥在这，帅哥我的脸上就写着，帅哥在这，帅哥我被老师的承认，帅哥在这，帅哥
但是我要记起来。你们不知道真正的帅哥在这，老师有没有跟你说？有没有在听呢？这首歌的人如果在批评这是什么歪歌，那表示你不是一个帅哥，不知道帅哥的感觉。如果这首歌他真正打到你心，那证明你是个风靡万千少女跟我一样的大帅哥。我就是帅，做什么都帅，我的座右铭只有一个字，帅。我就是帅，做什么都帅，打开我的字典只有一个字，帅。帅哥在这，帅哥我是靠脸吃饭的，帅哥在这，帅哥我的脸上就写着，帅哥在这，帅哥我被认识的成了，帅哥在这，帅哥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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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是这么帅，我白帅帅，我不是什么屌咖，我只是一个帅哥。男生爱女生，可是女生爱帅哥。为了变成帅哥，我都已经去过整形外科。所以这首歌，我要唱给北京的女生。我忘记讲一件事，那边有我们的 CD 跟那个 T 恤，有兴趣啊，还要签名，还要签名，就在那边，有兴趣的可以去买一下，谢谢。
烂耶。但是你知道我的歌都没有，都不是那种很大声的，都是软软跟草莓一样软。介绍一下吉他手是不是？我再跟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事好不好？就是他们刚刚跟我讲说，今天呢，就是有一个歌迷，就是喜欢，就是好像很喜欢他，然后就拿那个项链啊，就是直接从后面这样，嘿，然后就把它套上他的脖子。你们好热情哦。好了，那不然我们先来介绍乐手好了，因为他们都还没好，那我们就来开拍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从最左边的开始，那个是我们的贝斯手小优。你们这个掌声得到 B 而已。好，然后再来这个就是你们所喜爱的，你觉得长得有一点帅的吉他手阿康。B 加。好，然后这个怎么介绍？来的第一天就在把妹的 keyboard 手阿基。B， 然后后面有一个很远离我很远的鼓手 Peter。 B， 好了没？还有我是娃娃 A。 来吧，草莓音乐节可以替一个台湾舞台给我们，
然后让我们台湾人有机会可以旅行到北京来唱歌给大家听。然后呢，我今天下午听到有一个消息，就是那个托特巴士他们解散了。Oh why？ 因为他们结婚了，但还好我有跟他们一起合作过，就是这一首歌。Oh yeah， 这首歌叫《一起去旅行》。
因为这首歌就是在我那个，因为你知道你们都想要唱一些红的歌，我也有一些不红的歌，我也要照顾他们啊。其实这首歌我也很觉得很好听，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这个舞台，就是要你知道要 rock 一点。我除了装可爱，我也有一点点 rock 啊。好啊，这首歌是收录在《优雅刺猬》专辑里面的《迷人》。
欢就喊欢就唱完了吧，喊欢就唱完了吧。
想你的你爱我，你吓我让痛在我心里能去朋友，怕你忘了我，你让忘了我，我们的照片丢到垃圾桶，找好他几张假装没什么，怕你忘收录在就是在哪里 EP 里面的一首英文歌，这首歌叫做 If。Thank you.
谢谢。